11:54接获指挥科派遣支援北埔油库生物资料仓，那我们随即出动了3车6人到达现场，患者是位在那个油库围篱外约深度3米的地方。那我们救助手接行之后，患者约40岁男性，在除草时不慎触碰头部，然后遭风车咬。那我们随即利用了911车跟4担架，将患者吊挂出后，由911车送医。